一样。我们需要的是像狼一样的信任，而不是绵羊。狼留下，羊离开。我就是喜欢这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感觉。我和你就像是蚂蚁和车轮，你慢慢爬行，我滚滚向前。我疯起来，可是连我自己都怕。那个女孩子是江北智诚集团的董事长李纨。智诚集团是一家经得起考验的企业。就算他拿下了这个妞，他能不能吃得下去，那就得看他有多大本事了。合作愉快。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一个只有你这么笨的人才发现不了的秘密。既然是谈合作，先看看诚意吧。他会喜欢吗？公安局。